位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廖一辉，欢迎收看时间作手。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，不管做票也好，做期指也好，其实都可以很简单，但是一定要有领先而且可以实战性技术。就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，他们拥有新金流观念的同时，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死抱活抱，也不会像过去样有满手套牢股票遗憾，只要跟着新金流观念，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，很自然的就可以创造出比标更标获利。但是很多的朋友股票一做得很辛苦，到底原因出在哪里？在操作股票过程当中，常会遇到很多致命关键，包括股票套牢不会去停损，常常让自己的股票会越套越深，股票呢总是会爆上爆下，资金的运用没有效率，而持股过于泛滥的结果到最后会非常难管理。更重要的，会多不会空，行情只能做一半，所以每次当行情下跌的时候，只能注定套牢或是赔钱，进出没有证据，只能用猜的，甚至呢买卖点才会慢了半拍，让自己的风险会多出更多来。因此呢，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，什么样操作才对我们最有帮助的操作？在资金效率部分，能不能去主动积极创造获利，让自己的资金活起来，还总像过去一样只能消极死抱抱手上的股票，一直要等它上涨，最后常常资金变成一滩死水。在风险控管的部分，那么在风险出现第一个时间点，直接控管在最小范围之内，还是像过去一样，就是任由亏损持续不断扩大，不去理它，最后没有办法收拾。在进出规划的部分，那么在进场之前，很明确的先把进场、停损、停利、上交一次都先把它规划好，还像过去一样，就是走一步看一步，完全没有任何规划。所以，我们一起好想一下，什么样操作才对我们最有帮助的操作？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，在操作股票过程当中，如果是处于被动状态，行情出现变化，同时股票就会被非常容易套牢，而一旦套牢之后，常会演变成越套 越深，最后很难翻身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操作是一个主动式的操作，不管行情怎么样变化，财富一样可以快速累积起来。而跟着做手系统去做，当然我要想尽办法让各位资金活起来，而不是在这个地方变成一滩死水，那就很可惜了。而这个系统呢，100%是我自己原创的，包括程式的部分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，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，这市场当中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。而在进场之前呢，可以立即去显示进场、停损、停利、上交一次的各位，我见赚最好赚的，因为资金效率才高，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，所以每一笔大进出一定都是100%资金，多空能双向，获利自然就加倍。就同你说，眼见为凭的事实，也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。跟着新旧观去做，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一档股票就够了，而且每笔带进出一定都是100%资金，一定是100%资金买档，一定要100%资金卖掉一档之后，超前换下一档，不是吗？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，一步步做下来。从3月14号到今天，一个月的时间，你的100万。透过金流力量已经帮自己创出184万利润了，而你1000万呢，透过金流力量也帮自己创出1840万利润。但是再回过头想一次，在这段时间里面，你如果还像过去死抱活抱方式做股票，甚至呢还在用不能实在软体帮自己炒股票，到底帮自己创出多少的报酬？因此呢，就我在节目当中会常常提醒各位的，过去如果一条路走起来就非常辛苦，也走不通的时候，
此此刻就该换一条路，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。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。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在4月7号这一天，这样票100万赚 23.9 万，系统告诉我们，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，先把赚到钱放口袋，接着换股赚的报酬。7号这一天，系统告诉我们，再把资金转买达邦蛋这样票，赚它最好赚一段。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。7号也就在这一天哦，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钱放口袋，再把资金转买达邦蛋这样票，赚它最好赚一段。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，再次的住在家上面的平台，短短的一天两天，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造出10万的利润吗？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？所以呢，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，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。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在10号这一天，这样票100万赚了10万，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，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，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。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，大家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，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，你不知道卖，你舍不得卖，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报上报下，会浪费了很多时间。但是当你拥有新金流观念，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，我们可以一起谈下去。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在4月10号这一天，这样票100万赚了40万，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，先把赚到钱放口袋，接着换股加报酬。问题是10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？很简单，全部交给做手系统。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10号这一天，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，一样是精选股，3秒钟时间，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建通这样票，赚它最好赚一段。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。10号也就在这一天哦，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钱发口袋，再把资金转买建通这样票，赚它最好赚一段。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，再次的住在轿上面的平台，短短三到四天，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23.3 万利润吗？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？所以呢，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，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。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在13号这一天，这样票100万赚了 23.3 万，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，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，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。再一次，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，大家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，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，你不知道卖，你舍不得卖，报最后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报上报下，要浪费了很多时间。但是当你拥有新金流观念，赚钱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，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。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在4月13号这一天，这样票100万赚了 23.3 万，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，先把赚到钱放口袋，接着换股加报酬。问题是13号这一天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？很简单，全部交给做手系统。我们只把时光回溯
回到13号这一天，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，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，一样是资金选股，三秒钟时间，系统告诉我们，再把资金转买百达这样票，赚它最好赚一段。一起来看，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？13号，也就在这一天哦。系统告诉我们，钱包赚钱，翻口袋，再把资金转买百达这样票，赚它最好赚一段。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。再次的住在轿上面的边台，短短三天两头，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7.2万的利润吗？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？所以呢，这样票当然也不是例外，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，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在4月17号这一天，这样票100万赚了17.2万。系统告诉我们，今赚完最好赚一段，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，不要怀疑，也不要舍不得卖。再次，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，大量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，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，你不知道卖，你舍不得卖，报最后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，又浪费了2天的时间。但是当拥有新经典观念，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，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，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在17号这一天，这样票100万赚了17.2万，系统告诉我们，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，先把赚到钱放口袋，接着换股再报酬。问题是17号这一天，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？很简单，还是交给做手系统。我们只把时光回溯，回到17号这一天，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，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，一样是资金选股。三秒钟时间，系统告诉我们，再把资金转买凯硕这样票，赚它最赚一段。一起来看，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？17号，也就在这一天哦。系统告诉我们，钱包赚钱，发口袋，再把资金转买凯硕这样票，赚它最好赚一段。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，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台，短短的1天2天，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0万的利润吗？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？也就在节目当中刚跟各位分享的5个金牛而已哦。事实上从3月30号到今天11个交易的时间，你100万透过新金牛观念已经帮自己创出84万利润了，而你1000万呢，已经帮自己创出840万利润了。但是到今天还在过去死抱活抱的方式做股票吗？还在过去不能是在软体帮自己炒股票吗？很多朋友在市场当中都会很想要知道，如果用最短时间可以帮助自己把资金做翻倍。事实上在市场当中要做到最短时间翻倍并不难，但做法一定要跟过去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所有操作一定要完全做到敢买敢卖敢换股，重点就让自己资金活起来，而不是变成一滩死水。所以所有资金一定是100万的资金集中操作单档股票，不能像老派投资观念一样就是分批加码分散个股，而每一档股票一定要坚持赚最好赚这一段，也不会像老派投资观念一样只能消极死抱抱手上股票，一直要等它上涨，会浪费很多时间。更重要的，一定要领先市场最好赚的买卖点，也不能像过去一样进错时机才会慢了半拍。而跟着做手系统去做很简单，所有操作一定是百万资金集中操作单档股票，加上严格风险控管跟领先市场买卖点，才有办法帮助各位把财富快速累积起来。很多投资股票为什么做辛苦，原因很简单，当你没有办法掌握住最好赚买点的同时，会像过去一样浪费很多时间，一直买在前面等它上涨，不知道等多久，甚至 还要被套牢。要不然就像过去一样，总是看到大涨一段之后，大家跳进之后再去做追价，而追价结果是帮别人抬轿，而帮别人抬轿结果你就是要承担 很高的风险了。但跟着做手系统很简单，
我们要买点永远只有一个，就是最好赚的买点。就同这张票在这一天，你有做手系统，同时我们所有会员都看到同一个事实：周线多、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之后，这一天就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买点，而且是唯一买点。现在在这么简单明确情况之下，当然我所有会员就是百分之几买进，那好事很正发生。那相同的，就同我跟各位分享的，股票永远只是帮我们赚钱工具而已，不需要跟他谈恋爱，不需要跟他抱在一起。如果一单股票没有办法帮各位持续创造获更高获利的同时，你抱它已经没有意义了，甚至抱越久，不止浪费时间，还会越套越深。但是跟着做手系统很简单，我们拥有赚钱办法的同时，我们要让每一单股票来帮你赚钱。更重要的，新会员永远不准帮旧会员抬轿，这样的操作你才会加快赚钱的速度，而且风险会在比相对小的范围之内。也就同这样股票方法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要掌握这个买点就只有一个，就是最好赚的买点。所以所有操作一定要做到完整的规划，包括要领先市场跟精确。就同这样股票在这一天，你有做手系统，同时我们所有会员都看到同一个事实：周线多、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，这一天还是一样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买点，而且是唯一的买点。在这么简单明确的情况之下，我所有会员一定就是百分之几买进，那好事很自然发生。而跟着做手系统去做，当然不需要等待前面整理的过程，更不要等到大涨一段之后帮别人抬轿去做追价，也不是新会员要帮旧会员抬轿。因为别忘了，我们掌握是赚钱的办法，就是掌握住赚钱的机会，所以这样股票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可以再看一档股票，方法是不是都是一样的？方法都是一样的。就同这张票在这一天，你有做手系统，同时我们所有会员都看到同一个事实：周线多、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，这一天还是一样是这个阶段整理结束之后最好赚的买点。在这么简单肯定的情况之下，还是一样，我所有会员就是百分之资金买进，让好事很自然发生。也就同你所看到的，绝对不是等到涨停之后再帮别人抬轿，而是要买在涨停的前一天。当然更不是等到涨了一根、两根、三根、四根涨停之后还要叫你再去做追价，而追价结果你是要谁会是最后一只老鼠。所以就同我跟各位分享的，当我们掌握住最好赚的买点的同时，不用怀疑，一定是百分之几买进去，那自己的获利才能买得多赚得多，而不是 买对一档股票之干买个一成两成，或一个点位之干买个一成两成，这样的操作就会变成没有意义，而且整个都会变成在猜。更重要的，跟着做手系统去做，因为我的系统是没有参数可以改的，所以所有会员都跟我看到一样的事实，都是一定是买在这一天，不会早一天，不会晚一天，不会说，我买在这一天，那你都等到涨停之后再去做追价，不会，因为我的系统是没有参数可以改，所有会员都是一样的，而这就是做手系统独特技术，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，我永远只相信只有客户获利口碑才最好行销，其他都是多余的。但是想要跟着新金融观念创出比标更标获利不难，你现在欠缺只是一个亲身体会领先实战新技术的机会而已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到现场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金车线02-2389-8029，02-2389-802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金车线02-2389-8029，02-2389-8029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各位投资朋友，欢迎回到现场。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，当你有做手系统去做期指的同时，中着一口单，百分之当冲，完完全全没有流仓压力，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。就同这个地方的结果，一定是一口单
赚赔加总结果，就同你所看到的，台指零三一个月过去了，挣这么多，负这么多，正负加总之后，一口单可以挣1857点。零四呢，20天过去了，挣这么多，负这么多，正负加总之后，一口单可以挣1662点。当然，今天跟着系统去做，好事一样再次发生。今天跟着系统去做，你会做两笔对两笔，一口当冲呢可以挣88点。但是很多的朋友，指数为什么做得很辛苦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在操作指数过程当中，常会遇到很多字面关键，包括遇到盘整盘会不会多空双杀，市价追单有严重法条问题，进场前没有办法先把停损停利先规划好，所以操作上面常会慢了半拍，加上所使用软体买卖点讯号会消失，还有太多参数模组周期不确定的情况之下，做起来当然就会很辛苦了。而跟着做手系统去做，当然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因此在进场当下，系统就可以立即去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价位一致的各位，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冲，全数定价100%不会划价问题，每一天每一笔我都跟各位对价对时，赚的赔的会全部跟各位分享，没有参数可以设，这个模组简单明确，全部不用可以猜。就同你所看到的，今天跟着系统去做，你会做两笔对两笔，一口当冲呢可以挣88点。那相同的，我们还是看一下今天每笔价讯号。接第一笔价讯号在8:55的时候，是一个延续盘同步做多讯号，包括这个地方有一个趋势盘同步做空讯号。为什么这两个讯号都不做？事实上很简单，因为我们在进场之前会先到进场停损停利位置，如果先来到停利满足点的同时，大家不会去做它，必须要等待下个机会，你就在这个位置趋势盘不同步反向做多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，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，行情找到这个位置，本来在灰色线下变到线上是转折，线上是绿色不同步怎么办？就跟着楼上颜色走，红色就是做多，所以收盘收定我们设收盘价15936去做多，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。现在跟 K 线最低来到923，所以定价100%全部穿成交。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，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可以规划压力区，一口单挣22点，记得先把发一口单，再等今天第二个机会，趋势盘不同步反向做空讯号。还是一样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，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，行情走到这个位置，本来在灰色线上变到灰色线下，线上变线下是转折，线下是红色不同步怎么办？一样跟楼上颜色走，绿色当然就是做空，所以收盘收定我们一样设收盘价15934去放空，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。现在跟 K 线最高来到15935，定价100%全部穿成交。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，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可以规划支撑区，一口单挣66点，记得把发一口单。也就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，当我们拥有领先实战新技术的同时，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。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